鲯鱼湾拥有复杂绵延的里雅斯式海岸，是世界著名的观光胜地。中心地的咸岛也是近铁电车的终点站。这一集孟多将会带大家到咸岛最知名的国际度假酒店，搭船一览鲯鱼湾美景哦。张东杰，嘘，耶，这里是非常高级的酒店，祖母关关酒店耶。为什么我现在来到这里呢？大家知道零首高峰会 G7 吧？这里有这个饭店是2016年的第42届的零首高峰会，很多零首来这边住的耶。所以呢，这是 G7 结束之后，这边变成是纪念园区。所以你看这个桌子，我们的总统也是哦，哦，加胖也加胖，在这边这个圆桌子是大家吃饭的，哇！讲到吃饭哈，听说这边的长很厉害，那我们赶快去吃看看吧。失礼します。看看看看这个G7 的第一个晚餐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个我有点紧张这个是太高级的。我跟你讲，首先我喝看看他的汤，哦，里面有等一下，龙虾嗯。浓虾膏，虾膏在里面，而且像这种的浓汤呢，就是很容易变成腥味，完全没有。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，哇塞，这个鲍鱼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吃鲍鱼，我是最爱吃鲍鱼了。陈大哥哈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像这种的是切的一块一块的呢？因为呢，那个接生的时候，他们要开会嘛，就是一边聊天一边吃饭。那一边吃饭，那就是如果一直剪这样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样子一边聊天，像我现在主持一样，可以吃。太好吃了，牛排出餐了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牛排哈，就是松板牛，然后它是那个菲力的部分。松板牛的菲力哦，我吃看看哈，哦，好软，不愧是松板牛。一菲力来的话，它酸水是有一点点，但是它的油香是超香的。然后呢，主要的是它的瘦肉的部分哈，你看，还是就是充满的牛香味。虽然这里的那个价格有点贵，但是呢，久久一次来这边，然后感觉到 G7 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值得好好吃哦。I'm so sorry to relax。这边这个房间太棒了啦！你知道谁睡过这个房间吗？法国的以前的总统，欧兰。Bonjour, je t'aime, célèbre bleu。我唱那个弹钢钢哈。失礼します。这个印度也刚刚好，我怕那个太软的或是太硬的，很适合这个可以秒睡。不愧是中途之前的中途睡过的船，不一样。哇塞，这里的客厅很大耶！到底几个人可以坐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开趴了吧？你看这个椅子，等一下我们跟工作人员G7一下。
开会一下，我们需要开会。来，阿杰哦，还有一个秘密的，是什么呢？合适的榻榻米的，是不是？而且他们的榻榻米也很太特别了吧？好像就是那个之前的日本的那个什么城堡里面的武士在里面的感觉。你看看，哇！等一下，我需要开会，再见大家，さようなら。来到伊势志摩地区，除了吃好住好，还有丰富的行程值得一一探索。下一站就让孟多桑带着大家出海去吧。来到仙岛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对，没有错，坐船。你看后面的 Espana Cruise， 哎，你看它的感觉很复古，哎，上面有人呢，哇塞，哎，感觉是真的海贼王里面出现的感觉。那我要跟他身为海贼王出发喽。来，右边，左边，哎，小弟啊，你看好哈 ，OK 哈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船就是我的船，还没有嘞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来的是鹰屿湾，这里很厉害哦，听说那边有60多个岛哦，然后呢，冲人来了，这里是世界级有名的样珍珠的地方，哇，整个湾就是珠宝行。打开珠宝盒，打开珠宝盒。珍珠可以说是伊势志摩地区最珍贵的宝物，而在这座海湾，同样珍贵的还有这一整片绝美的风光。除了能从海面上的角度欣赏，孟多还要推荐给大家一个绝佳的私房景点，听说风景相当惊人哦。哇！Oh my God! Jesus Christ! Wow! 看鹰屿湾，我现在来到寒山瞭望台，哇，这里很漂亮哎！我跟你讲哦，这里是秘密景点，听说这里的 No.1 哎，很多人来这里，但是呢。好像是都是当地人比较多，我现在目前没有看过外国人哎，所以呢，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一定要看哦，而且呢，看起来很高，对不对？只是200米高而已，因为我很不喜欢爬山，所以我听到要上去有点紧张，结果呢，很轻松，很舒服，你看看。我现在来到仙岛的紫摩西潘尼亚村，我跟你讲，这里非常漂亮哎！我刚好上个月从欧洲回来，真的是来到欧洲一样，很奇妙。我在日本那时感觉是欧洲，哇塞！哎，还有一个哦，这里拍照都很漂亮，零死角，长得不好看的人拍起来还是不好看，但是气氛很棒，长得漂亮的人拍起来。都很好看，那我们赶快去拍照吧。仙岛除了风景优美，还有这座在日本相当具有人气的志摩西班牙村。来到这座乐园，就像飞到了西班牙，马上就能感受浓浓的异国氛围。园区内除了各式各样的设施，还有现场气氛相当震撼的弗朗明哥舞表演。如果你和孟多一样喜欢热闹，西班牙村的村民也会盛情的邀请你一起玩乐。不管待上几个小时，都绝对不会无聊哦。你看看，流汗超好玩的。但是呢，大家先准备好体力哦，不然跟我一样很喘。其实刚刚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很累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看哦，如果是大家来的时候，可以参加一起玩，多好玩呐！西班牙真太棒了，好啦。西班牙真太好玩了啦！
线，看一下后面，又像飞车 jet coaster， 而且呢，上面的 jet coaster 其实很多种的、哦。但是我是九宫真男人，我要挑战最恐怖的就是它 ，Let's go！我现在来到三重县的那巴那诺萨多，太漂亮了吧！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很厉害，连续拿到三年哦，日本第一名，天会的第一名呢，所以网站很漂亮。如果可以跟可爱的女伴友一起来这边的话，宝贝，现在带你来这里，很漂亮吧？这里是日本最大的温室之一，看看里面，这边有12000组的贝鲁库尼亚，但是我觉得你比较漂亮。对，没有错，贝鲁库尼亚是像你，这个温室像我，永远都会保护你。我现在来到御在所洛布威，这里是三种县跟直贺县的交界点哦，这边是温泉区，这里呢很多温泉旅馆以外，还有看看洛布威很高的样哦，哎，听说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得到富士山，还有很多 surprise 在上面，多 surprise 呢，我去看看吧。听说这边那个台湾的那个猫公跟这边也有交流、哦，台日友好，请你们照我太爷，哈哈哈！台湾猫公是整个东北嘛，然后日本的是这边跟下面，哇，这次速度蛮快的，让我想到滑雪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里很厉害，这个罗布威啊，我以为是就是没有很高，哎，但是听说到1200米那么高，哎。而且呢，这边重庆有日本最高的高塔，到了到了，哇，欸、很高哎、欸，其实我以为是已经来到上面哦，但是还没到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我们还要做这个哎、欸，有一点看起来有一点恐怖哎、欸，哈，怎么上啊？跟滑雪一样，再见。来到山顶了，1212，直贺县跟三重县的交界点。哇塞，我第一次耶！哎，你看哦，这一条应该是这一条线吧？左右边是直贺县，左边是三重县，直贺三重，直贺县。好嗨哟、哦，好开心哦！而且呢，来到这里的时候温度差有10度哦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带外套，会冷哦。但是我说真的，这一次啊，三重县的那个旅行好好玩，而且去哪里都很方便，因为有金铁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来这边玩，一定要搭金铁哦。三重棒棒，金铁棒棒。